大家好，我是小 V， 今天继续跟大家介绍素食餐厅，它叫做 Loving Hut 外家，不是广告，敬请留意。间餐厅就位于九龙湾淘大商场，这间主打平价的素食快餐，形式就跟大家乐差不多。看看餐牌先，可以看到有饭有面，中式西式都有，不说也不知道是素菜。我们就先去了 counter 买了我们想吃的东西，我们叫了个黄金扒包餐和叉烧拼鳗鱼饭。记得扒饭餐是有三款酱汁可以选的，多饭少饭都可以跟店员讲。给完钱之后就有个 BB 机，响的时候就可以去攞饭啦。餐具都是要自己攞的，而这里的餐具都是放在紫外光消毒柜里面，吃的时候都相对安心一点。另外水和调味料都可以自己去攞。入到正题，先介绍了黄金扒包先。除了个包之外，个餐都会配埋一碟配菜，还有汤或者嘢饮给大家的。打开个包会见到个酸瓜、生菜和沙律酱，当然重点是块扒啦，它就是一块很厚的炸腐皮来的，咬开它的口感都不错，不过味道就比较淡，如果沙律酱多一点味道就会丰富一点。个面包就整得很好吃，不知道为什么越吃越香。它的老火汤就是青红萝卜马蹄汤，都挺清甜好饮。配菜就是热青瓜和萝卜丝，酸酸甜甜非常之开胃。我们最后整碟都吃完，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。第二个餐就是叉烧拼鳗鱼饭，它都有羹汤和配菜，还有一碗红米饭。看看个鳗鱼先，有一块紫菜在上面，都非常之像鳗鱼。我们选了叉烧汁，其实我们吃不出它是用什么来做，咬下去很淋，质感都很像鳗鱼，和酱料很夹，挺好吃。叉烧看下去似一嚿瘦叉烧，不过吃下的味道就不算太像叉烧的。两个餐总共96元，份量刚刚好，素菜来讲都算抵食。至于环境方面，这里有很多素食产品卖，还有冻柜，里面就有雪糕和素肉、野饮等等，连榴莲雪糕都有的。如果大家试完个素食想自己整，这里都可以给大家买到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里有书可以借给大家去看的，整体的环境都挺舒服。如果大家想试下简单又便宜的素食快餐，可以去试下的。今天 VNT 抵食推介介绍来到这里，多谢大家收看，记得给 like 和订阅啊，有什么想我们介绍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